徐濠萦与女儿陈康熙，陈康熙已比妈妈高日前港媒曝光徐濠萦与女儿一同现身的画面。14岁的陈康熙没露面一段时间，已经比妈妈高了。据报道称，当天徐濠萦与女儿陈康熙现身香港铜锣湾，到自家店铺视察。如今14岁的陈康熙已经长得比妈妈还高，成熟了不少。康熙站在徐濠萦身边，穿着打扮也很有潮妈徐濠萦的影子，很有继承妈妈潮流品味的潜力。停留20分钟后，两人驾着本色潮车离开。